2.4，我们要恢复用户。啊，正好想到这，我想到了，是吧？我们恢复用户，刚才我是不是删了？现在我要恢复，明白我的意思吗？哎，就是说白了，我这个地方一会儿干嘛呀？我一刷新的时候干嘛呀？那当然，这个地方你发现第几个、第二个是不是永远不会显示啊？是不是不会显示？那现在呢干嘛呀？我现在要想干嘛呀？不管你是删没删，都给我在这显示，明白我意思吧？当然最好是在这个地方做个按钮，是吧？说已删除用户一点是吧？是不是个列表啊？但是干嘛呀？但是我们现在要是那样做的话，是不是挺耽误时间的？我现在就把所有的这个什么，是不是都展示出来？那当然所有的都展示出来，那这个地方干嘛呀？我们可能是需要加一些 API 啊。那么这个地方呢，我们写了个位置，不是，那个方法干嘛呀？我也忘了啊，这东西你忘了，但是我能干嘛呀？能找到啊。那么我们找到啊，找一下。那这个地方呢，它大概在哪呢？我们找到 ORM，应该是数据库查询器啊。这个地方有没有删除？OK，能看到是不是删除啊？那么既然有删除，那它肯定就有一个东西。他真不给我面子啊！他没有写什么，是不是软删除啊？那么我们在这个地方来看一下，他这个地方有没有写什么软删除？有没有？OK 啊，那这时候干嘛呀？我们在这个地方来，听好了，这个地方干嘛呀？是不是写了？写了吧？Trust。OK 啊，那这时候呢，我们把这个地方写，写完以后，这个地方我们是不是写了？这时候我们再来干嘛？有没有？能看到吗？那这时候大家看好了啊，这个地方能不能显示删除？那应该显示什么玩意？还已删除，要显示恢复了，你这玩意还已删除，那你想干嘛？我已删除，我为什么不能在这个地方显示？我在这个地方是不是要恢复啊？哎，所以说干嘛呀？咱们啊，叫到这个地方的意思就是显示什么？显示所有的，包括什么？已删除。对吧？OK 啊，那这时候我们干嘛呀？我们是不是在这个地方来要把它改啊？把它改的话，那很简单，我们只需要在这个地方干嘛呀？你这个地方是不是？如果说它等于它，是不是写着它？那同时你还要干一件什么事情？是吧？判断 if 我们什么玩意？我们到了 atom 下面的谁 delete。是不是这个东西啊？那这个东西啊，我是不是这样一写？那它要是不等于什么？那什么不等于那啊？那这时候干嘛呀？那这时候可没就好。那这时候我们就显示的是什么？是别的，否则呢 else 我们是不是就写的是下面的这个？然后呢 end 什么 if 是吧？那意思啊？那当然在这个地方我们就要写一个什么东西？什么叫恢复啊？还原啊，因为恢复的恢字有点写不出来啊，诚实吧，就直接告诉你啊，就是写不出来。OK 啊，那这时候我们来点一下啊，还原吧。哎呀，成功。你看，这是吧，可以啊，嘣一下一点，是不是就还原？那这个地方能干嘛呀？啊，OK，你看这时候一点是不是就回来了？能看到吧？那这时候呢，我们是不是一会儿要让它一点就回来呀？OK，那这时候呢，我们首先不用说别的，你这个地方干嘛呀？那这时候呢，我们是不是要把它整回去？好吧？那这时候呢，我们把它整回来，我是不是写了一个这个路由别名啊？写完了这个路由别名呢，那言下之意，在这个地方呢，是不是要整一个什么？还原。还原啊，那这个地方呢，我们还原给谁还原？是不是给他还原？然后他的方法，然后叫这个名字，是吧？可以吧？那接下来干什么呢？当然这个地方我们就不要用 delete 了，给自己不要找事儿，我们用 get 好吧？那接下来干什么？接下来我们是不是在这里面就可以写上一个什么还原？OK 啊，那么还原的方法是不是有很多呀？最简单粗暴的方法 update 把它设置为 none 是不是就得了？当然这个地方干嘛呀？
你也不需要那么费心。为什么呢？你要知道软删除是他提供的，那么恢复肯定还原也应该他有对应的方法啊。OK， 那这时候呢我们就干嘛呀，成功了。这个地方我们应该用的是啊，这个 OK 是不是就行了 ？OK 啊，那么我们再写一句话啊，意思一下，写上一个什么啊，是吧？还原用户什么成功 ？OK 吧？啊，行了，不注意这个字，我知道写错了，但是不想了就还那个档。你看，这是我一点包一下，这是干嘛呀？咦？啊，不好意思啊，我知道什么问题啊。我知道什么问题，知道什么问题了吧？我把这个事件整了，然后这底下什么绑定了这个事件，他这个默认事件又给我取消了，你觉得他能点得走吗？是不是就点不走？嗯，可以吧啊？这是我们这刷新一下，这是我一点，哈哼 ，OK 啊，那这时候干嘛呀？是不是告诉我这个方法干嘛呀？是不是有问题啊 ？OK， 那这个地方很简单啊，这个地方干嘛呀？我们往下找一下，哎，错没写错吧？没写错，但是干嘛呀？但是导师错啊，不是你那个问题，这个地方肯定没写错，这个地方的问题在哪呢？这个问题的话，我们应该要用一个叫做什么？这个，明白我意思吧？要用一个它，只获取什么？哎，所以说我们这个地方来干嘛呀？要用它，然后呢再来写一个什么没有，然后写上一个 RD 等于一个什么 dollar RD， 然后那这时候干嘛呀？就没问题了啊。刷新一下，然后呢我这时候点一下还原，大家看啊，是不是还原成功啊？那这时候你刷新，你看是不是变成删除了？明白 ？OK， 那在这个地方呢，我们是不是就实现了一个东西叫做什么还原啊？OK 啊，那还原，那么我们怎么去做的呢？我们在这个地方来走，我们在这个地方，首先我让它先干嘛呀？全显示，是不是就这个意思啊 ？OK 啊，接下来我们让什么列表中什么显示什么东西啊？所有显示所有的用户，包括什么已删除。OK， 那这样吧，我们是不是就有了？那有了以后呢，那么我们为了让大家能看到很清爽，我们干嘛在这个地方来干嘛呀，是不是就有了？那这时候在哪呢？在这个地方来，能看到吧 ？OK 啊，那么我们在这个地方来，是不是就把它显示出来了？显示出来以后，然后来干嘛呀？我们是吧，定义什么还原什么路由，是不是路由啊 ？OK 啊，那么这个路由呢，我们在这个地方来定义，只不过说这个地方的定义呢，我们就偷了一个懒，我们没有用别的那种特殊的什么类型，我们用的是什么？是不是 get 呀？那这时候紧接着干嘛呀？我们是不是在控制器当中就实现了什么东西？是不是这个还原啊 ？OK 啊，所以说我们在控制器当中我们实现了还原。那重点的是哪一个？是不是这个一定要写啊？控制器中什么实现还原？啊，那是什么意思啊？没太懂你的意思啊。那这时候我们是不是就实现还原啊？